好啦，有请我哋下一组参赛者 G4。好，你系冇佢哋咁多 fans 啊，咁头先咁多 fans， 系啊，俾米你先。好 ，Justin， 喂喂喂，我想问下咧，点解你个组名叫 G4 嘅 ？G 字系咪有啲重点喺度啊？你睇到我哋个个咁高大啦，都好似个 G4 咁啊嘛，你觉唔觉？有冇同感咧？喂，充满同感，真系又高大又靓仔成个。好啦，唔使再解释啦，不如唱歌啦。系咯，我哋紧张嘅交代俾你。心中理想不会俗气，犹如看得见神气，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。我笑过回来多少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，回家着你，情感有日恨你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我再吻你，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一味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，可愿在岁月完美，可愿在岁再见了，背向你，回头多少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。何时看清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？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燕子想带走，还是你？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？多謝曬！哇，俾多啲掌聲好唔好啊？